这个职业好丢脸，身为爸妈难启齿。我的工作是猛男秀，我本身是在从事殡葬业的，职业是钢管舞者，有流水席，也有夜店，啊，也有丧事的。对于这个行业，你自己的看法？不务正业一样啊，不务正业，不务正业啊。你会真的在青年队员这个行业继续一路做下去吗？我会一直做下去，因为我以我爸为荣。今天晚上9点，爸妈熊很大。